家好，我是东京走着瞧的包博。来东京旅游的时候，想要快速的吃早餐的话，通常会选择知名的连锁餐厅，出餐快且经济实惠。那这是包博帮大家整理的16家店，希望替大家在行程爆满的日本旅游中可以起到大大的帮助。我们这次先避开麦当劳、摩斯汉堡以及汉堡王这三家汉堡店，大家应该很清楚他们早餐所贩卖的食物。顺便也提醒一下，不同区域店铺的时间啊，营业不太一样，有些不一定有早餐的服务，请大家留意一下。另外，不想吃大型连锁餐厅的话，东桥有推出另外一部《东京美味早餐十选》，请大家务必参考哦。那我们就看下去吧。首先，第一家介绍的是日本牛洞御三家的吉野家，日本总共1185家。Bobo 选的早餐是398日元的朝牛定食，价格还蛮便宜的。暖暖的牛洞配上新鲜的生蛋搅拌在一起，还蛮搭的。最后再配上一碗味噌汤，饱足感十足。接下来也是牛洞御三家的松屋，日本目前有1195家。Bobo 选的是460日币的热狗双半熟蛋定食，一口热狗配上一口饭，搭上麦香还不烂的半熟蛋，这种西式合适的混搭意外的适合。另外460日元的烧龟定食是大家常在日本电影看到的那种家庭式早餐，大家务必常看看。我们接下来介绍家庭餐厅 Jonathan， 在日本共有291家店。家庭料理的特色就是位置很大，所以很适合一家人一起慢慢享用。Bobo 选的是699日币的螃蟹香菇杂炊，就是有点像粥的感觉。汤不是很稠，但充满浓浓的螃蟹味，非常适合冬天享用。加上299日元，还有喝到饱的饮料吧，补充体力后开始今天一天的行程吧。接下来是家庭餐厅 Dennis， 日本共有368家。日本的菜单跟美国应该是相差甚远。Dennis 的早餐让一种五种主餐以及五种副餐中各选一种做搭配，最后再给你一个喝到饱的饮料吧，价格共637日元。早上想吃清淡点，可以用沙拉当主餐；想吃重一点，可以以培根热狗蛋当主菜，配上吐司面包也不错。我们再介绍一家家庭餐厅，日本580家的 Cocos， 这家跟咖喱饭 Coco 一番不一样哦。这家餐厅的特色是超便宜的早餐吃到饱，各家的价位不太一样，大概在650到800日元之间，种类还算蛮多的，面包、沙拉、饭类、乌龙面以及喝到饱的饮料吧也是家庭餐厅的特色。对着食物不要有太大的期待，以捡到便宜的态度去吃这一餐一定会满意。虽然不及牛洞御三家的店铺数，但纳卡屋在日本还是有经典的461家，然后早餐的价位也是非常的便宜。包博点是390日元的早餐荞麦白饭炸鸡定食，分量非常非常的大。面使用的是28荞麦，也就是 80% 的荞麦粉 ,20% 的小麦粉制成的。包博不是很懂，但听说比10个荞麦吃起来更好入口。炸鸡还蛮多汁的，不赖。接下来介绍的是他们也有的罗多伦咖啡，日本共有1091家。因为店铺数量真的很多，在市区非常好找到。包博点的热狗堡饮料套餐398日币，从点餐到出餐非常的快，很适合赶时间的人，所以也是很多上班族出发去上班前爱去的一家店。食物的部分普普，但罗多伦是一家咖啡店，所以咖啡还不赖。サンマルクカフェ也是一家大型连锁咖啡店，日本有906家。最有名的商品应该是巧克力可颂面包，说真的超级无敌好吃，不输给面包店的可颂。经典可颂加一杯饮料只要290块日元，分量并不是很大，适合早餐需要一杯咖啡然后吃不多的人。弥生轩在日本有380家店，他们也有20家左右，但日本才有早餐定时，所以大家可以尝试看看。弥生轩的早餐定时共有三种，包括选的餐点是428日元的沐浴烧朝食，跟刚刚松屋介绍是同一款。包博加了30日元换成对身体比较好的摩鸡麦饭，再加点一份173日元的玉子烧，半熟蛋煎的还不赖，然后玉子烧的蛋也是划算好入口。包博很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台湾人爱吃弥生轩，因为真的好吃。 Freshness Burger 日本共有165家，是一家素食汉堡店，但虽然是素食，Freshness Burger 跟摩斯汉堡有点像，新鲜的食材以及点单后才现做的料理，让整体好吃程度上升。包博点的 cheese 热狗堡加上饮料的套餐480日元，看看这个浓浓的 cheese 有没有也很想咬一口呢？
接下来要介绍是东京常见的咖啡 Veloce， 日本共171家店铺。Veloce 在意大利文是迅速的意思，也就是出餐很快，很适合赶时间的人。包博点是凯撒面包加热狗，还有蛋沙拉的饮料套餐，非常便宜，只要490块日币。大家可能会注意到，日本早餐也太常出现热狗了吧？石窑烤的凯撒面包外酥内软，跟奶油非常的搭。咖啡则是13位咖啡鉴定师所认可的，咖啡的酸甜平衡感非常好。上岛咖啡店在日本110家，也是韦恩跟包博还蛮爱的一家店。上岛咖啡所使用的咖啡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UCC 咖啡，所以有一定的品质。包博点的培根蛋加上厚切奶油吐司加饮料套餐是610块日元，配上一杯美来必点而甜而不腻的黑糖牛奶咖啡，幸福。明代富士荞麦在日本共131家，店铺数也是以东京居多，店内冷热荞麦都有，也有不同的配料可以选择。包博选的魔力寿把只要310块日元，这家店的荞麦是以每天从工厂直送，所以品质以及新鲜度有保证。荞麦的蘸酱也是新鲜，不含防腐剂，吃起来非常的清爽，适合早上不想吃太油的人。我们回到日本牛洞御三家，分店1938家的 Skia， 可惜包博不点牛洞，点的是最新推出的烤鲑鱼加生蛋秋葵的早餐定时，中晚饭360块日币。妈妈跟我说秋葵对身体不错，我相信这个早餐应该是包博今天所介绍最健康的早餐。如果点小碗的话，卡路里才458卡，蛮适合注重健康的人吃的。至于美味程度的话，我觉得还好，但真的吃起来没有负担感。Hanamaru Udon 日本共495家，应该是连锁乌龙面店之王。这家店使用品质非常好的一等小麦粉，由自家工厂生产，吃起来非常的 Q 弹。蘸酱也是战旗乌龙面闻名的小鱼干熬煮的伊利库达西。包博点的炸鹿390日元，加上100日元的炸猪人也是非常的便宜。冷冷的乌龙面加上冷冷的蘸酱，吃起来很清爽，适合天气炎热的夏天。日本最大的咖啡连锁店就是来自于美国的星巴克，总共有1581家。大家可能觉得为什么包博要介绍哪里都有星巴克，原因就是地点。星巴克在知名的观光景点都有独特的店铺，比方说京都二年版以及穿越的超日式星巴克。知名建筑师威彦武所设计的星巴克 Reserve Roastery， 或者可以看到涩谷十字路口的星巴克。虽然是连锁店，但非常独特，是不是感觉咖啡变得比较好喝呢？以上就是这一次16家可以吃早餐的连锁餐厅。我们其实还有蛮多家连锁店没有收入在这次影片里面，比方说家庭餐厅 Gusto 的吃到饱，咖啡店 Tully's 或是 Pronto， 荞麦面店的 Udetaro， 以及台湾已经有的 Komeda 咖啡等等的连锁店。因为性质跟这些介绍的餐厅很像，然后这次拍早餐真的很硬，所以大家请饶了包博一下吧。以上就是这次的介绍喽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